老师刚刚列车的2812年了，是1月25号。回望呢？哥哥，136的诅咒，昨天太可怕了，554跟666也坏掉了。对啊，太可怕的诅咒了。教练看4分，坏的是C56车，这辆发射中沿线刚好速奥德用51圈了，以及 C31次这辆发射中沿线刚好速零了，引力锁一下三分钟就把你939圈了。C56是刚好速，405来，拐东通过。猴子还有哥，好久不见，天文105的上天，2016，405次台东发射进入花东线开往树林。然后在隔天105的上天，又2016，瑞芳站通过，拜拜，再见。拐东通过瑞芳站，后置还有隔。我很少看到泰鲁哥会拐东中了，对吧？就很少，因为他们通常不太会让他拐东这样通过。那没办法，因为今天 C56卡住了 ，C27、C5，所以405次才在龙南拐东通过。下个再见，拜拜。好了，就那样，拜拜。我下面跟马掌门就坐电动车，对，刘刚在拍摄完毕，再见。